今天用空气炸锅炸土豆条，一个人的分量，所以是两个土豆。因为是油炸，所以呢稍微多加点油，三个 teaspoon 的样子。少加一点点盐，四分之一 teaspoon。蒜粉四分之一 teaspoon， 一点就可以了。葱粉也是四分之一个 teaspoon。辣椒粉四分之一 teaspoon， 还有这个 cayenne pepper 少加一点，因为这个比较辣。胡椒粉，破罐均匀。土豆去皮，每个土豆上都均匀的裹上这个油了和调料了就可以了。这是专门烤土豆条了或者是什么，可以把它切在锅里面。拿 fork 啦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烫到手。